血啦。是出血。第一枚性手续决断书，今天下午先是请曼联抹布条，抹布条，抹布条。从此君王不早朝。哦，从此君王。什么呀？别吓到我。你这还有十分钟就考试了，你还来得及吗？能背一点是一点。这冷空气简直就是天然提神药。我再也不相信网上的学习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说枕着书睡觉，知识能够自己跑到你脑子里。我枕着睡了一晚上。然后呢？落枕了吗？走吧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走吧，加油啊！嗯，奶奶，让让，加油。你也是。别背了，走了。让让，你什么时候回苏阳啊？明天。这么快？给你吧。嗯，那你。我不冷。让让的手套就是不一样，一点也不冷啊。你太夸张了。怎么了？嗯，等你回苏阳了，我们就要异地一个月了。现在看一眼少一眼，我可得抓紧时间多看看。这也才一个月啊。这人跟人的关系呢，是需要维系的。哪怕只有一周没有联系，那感情也会变淡的。我可不想等你回来之后，开口第一句我问你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所以我会给你发消息哦。保持联系这种事情还是让我主动吧，反正我也习惯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我会回你的。你发了信息我都会回。那说定了。下雪了。啊，是出血。你走进